早晨，早晨，欢迎各位又全面进场。3月16日礼拜三朝早的第一节，我们先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单消息，在昨晚警方就宣布了要将4名的军装男警是被捕和停职的。有消息就说，一名15岁的少女在去年年尾就通过网路的交友程式结识朋友，先后就和4名的军装男警发展出4段的短暂感情，同埋系发生性行为。后来啦，警方经过调查之后就揭发出呢一宗嘅案件，就将呢4名嘅男警拘捕，并且咧系停职查办嘅。第二单消息，近日咧深圳就开始封城。網路上邊仇港的情緒是大爆發，其中一張在微博上邊瘋傳的圖片就顯示有大批的香港市民在沙灘嗰處遊玩。嗱，尋日有報道就引述消息指出，話康文署最快會在今個禮拜四封鎖泳灘，咁擺明咧就係向嗰啲大陸網民屈服嘅啫噃。好啦，喺講落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友。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多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先去看看4名军装男警涉嫌衰11被捕的情况。昨日 HK01 就独家报道，4名被捕的军装警员年龄就是介乎26至27岁，分别是隶属荃湾和观塘警署的。4人都是涉嫌与年龄在16岁以下的女童非法性交被捕，即是俗称的衰11。其中一名的男子另外还涉及非礼罪，又有一名的男子就涉及刑事恐吓罪。案件就是由新界南总区重案组跟进，警方就正在调查有没有牵涉到其他人，不排除还会有更多人被捕。案中受害的15岁中学女生在去年年尾的时候就通过手机的社交程式就叫做 Hey Mandy 匿名交友，在不同的时段先后认识了4名的被捕人，并且就和对方个别发展出短暂的感情关系，亦都曾经在酒店等的地点发生性行为。直到近月，这一名的女学生和其中一名男警就发生了争执，期间竟然有人以言语来到去恐吓个女事主，强迫她是博嘢，否则就会对她不利。女事主就饱受煎熬，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就向社工倾诉心中情。社工闻言就大为震惊，随即就报警求助，揭发出这件事。警方接报之后就立即展开了调查，交由了新界南总区重案组跟进。在顺藤摸瓜之后，又查出令人吃惊的真相，发现有4名的军装警员曾经和这一名的女学生是发生性行为。在昨日就展开了行动，将4名警员全部拘捕。警方就调查究竟这4个人是否互相认识的。消息又说了，4名被捕人已经是被停职候查，其中一人由于都还未过试用期的，將會是被即時革職的了。其餘的3人預料在稍後亦都是會依循警例是革扯的。警方就說了，4名的被捕男子都是警務人員，全部都會停職。警方就非常重視人員的操守，任何人員干犯違法行為，警隊就絕不容忍和姑息，並必嚴正處理。HK01 那篇報道就是這樣說。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認真巧合了，通過這個什麼 Hey Mandy
匿名交友的手機應用程式，竟然間先後都認識了四名，都是軍裝男警，真是連中四鋪，這些是機率是非常之小的，因為在茫茫的人海當中，用這個程式，當然我就不知道這個什麼程式來的，叫做 Hey Mandy，如果大家有用過的呢，亦都歡迎在留言板那裡跟我們分享一下，究竟這個 Apps 是不是這麼多男警來到去使用的呢？因為這個女學生認識了四個人都是男警來的，那到底這四個男警全部都是經這個 Apps 來到認識，還是說她在 Apps 裡面認識了其中一個，然後呢有人就吃開呢就介紹給其他的老友一起享用呢，這個是網民懷疑的其中一個方向，我就不知道，因為警方說要調查嘛，但照計沒理由四個男警都是通過同一個 Apps 認識還要互不相識的，那個懷疑率就比較低一點，是不是，即是有沒有那麼多男警被他認識得到，更何況自從2019年之後，其實呢用親這些這樣的交友程式呢，很多那些男警他們都不會報上自己的職業，因為怕一說自己職業的時候呢就會被人家 block 鬼了，不跟他聊天，於是乎很多人就聲稱自己是紀律部隊的又有，我稱自己是消防員的又有，因為交友程式沒有說一定要說真話的嘛，亂說都可以的，很多人都不敢說自己是警察，但是就這個究竟他有沒有表明自己是警察呢，報道就沒有說了，反正你說四個都是認識警察，我認為機會是小一點，好了，報道就說這一名的女學生就和四名的被捕人是分別都發展出所謂的短暫感情關係，不知道有多短了，因為就報道當中也沒有提及到究竟那個事發的時間究竟是有多長，照計如果在同一年裏面發生的話呢，那也挺令人吃驚嚇，因為即在短短一年裏面可以跟四個男人發展出短暫的感情關係，即有沒有那麼感情豐富，是不是，照計這一段感情如果是結束了之後你都要唞唞，是不是他不用唞，好像是又跟第二個發生，跟住又第三個第四個，到底當中是不是牽涉到其他的內情呢，真是耐人尋味。好了，還有呢就是說其中一名的男警竟然間以言語來到去恐嚇的女事主，就強迫她博嘢，這個又是奇怪的，因為那個男警就好像當正自己是拿正牌的這樣，那時候她是衰十一的了，她還用言語來到去恐嚇的女事主，豈不是是等同於攬炒，那時他不但只是攬炒，而且呢還是累埋另外那三名的男警，現在就現階段是四個而已，警方就說不排除再有更多人被捕的，最終是牽涉到多少人呢，這個又是未知之數，當然這個女學生本身她那些價值觀可能也是有些問題，究竟她本身是不是真是跟這些人真心交友，還是或都背後有些內情呢，我認為都要真的調查一下，因為網上邊有很多都是牽涉到所謂援交的活動，這個到底是不是呢，我都不清楚，網上邊有人這樣質疑，好了，但反正是不是都好，其實衰十一就是衰十一的了，這四名的男警恐怕都是難逃革職的命運，至於在這件事上面，竟然間至今都還未有任何的女權分子或者是女權組織來到發聲，又是令人稱奇的，究竟那些女權分子去了哪裡呢，是不是跟林鄭一樣就是此子挑遠的吃，就欺善怕惡呢，見到今次牽涉到有四名軍裝警員，於是就全部都沉默禁聲呢，好了，跟著我們又講一下第二單的消息了，近日在微博上面有大量的深圳网民就对于香港市民的行为来到去作出了猛烈的批评，网路之间一片的仇港情绪就大爆发了，其中一张图片在微博上面疯传的，就是影住了有不少的市民就在泳滩那处游玩，大陆的网民就说
一河之隔，深圳居民都熱啦，咁啊亦都中意游水嘅。但係咧，我哋就唔會做呢啲事嚇。咁啊，當然啦，啊呢一啲咁嘅消息咧喺網上邊就有好多嘅讚好啊，啊呢一個嘅轉發啊，同埋係留言啊咁樣啊，多數咧都係斥責香港人喺疫情大爆發嘅情況底下，仍然係外出遊玩咁樣。喺本地咧啊，亦都有啲政棍，例如係藍絲 KOL 李子敬咁樣。就話咧康文署鳳榮灘封得遲啦咁樣，嗱我哋又睇下到底鳳榮灘嗰個消息係點樣嘅嚇。嗱有消息就話康文署咧最快會喺今個禮拜四係封閉榮灘。咁啊康文署回覆 HK01查詢嘅時候就講到啦，話如有最新嘅防疫安排啦，就會適時作出公佈。咁啊康文署咧曾經喺第三波疫情期間咧都有封灘嘅。咁啊喺2020年7月開始。封閉了下的泳灘超過3個月，關閉了所有的洗手間和更衣室，去到當年的11月3日才重開。在第五波疫情底下就一直都未有封閉泳灘，原來在第四波疫情期間也都是有圍封泳灘的，就是證明得到根本上圍封泳灘與否對於確診數字就沒有邏輯關係了。而家都已經係爆到啊！每十個香港人有一個曾經中過招嘅時候，再封咗佢有咩意義呢？更何況嘅就係有更多嘅香港人啦，係中完招之後根本上咧就係選擇唔去申報嘅嚇，可能佢冇咁樣嘅誘因去申報嚇，可能佢唔需要攞駕紙，又或者佢自己咧係輕症無症狀嘅，唔去申報繼續翻工嘅又有咁啊，所以咧根本上嚟到講就係防不勝防嚇，咁啊故此咧。康文署而家嚟到呢一刻先至話禮拜四最快封泳灘咧，根本上就係向嗰啲深圳嘅網民嚟到去屈服咗啫嘛。見人哋喺個網裏邊鬧得犀利，嚇一隻二隻為咗保住自己頭頂嘅烏紗，嚇為咗咧嚇免麻煩，咁啊於是乎咧就向呢啲咁嘅野蠻妥協。實際上嚟到講咧，我就認為啊，即係香港人就唔應該再批評其他嘅香港人咧。在假期的時候外出的了，我認為這些這樣的批評是很多餘的，因為現在這一刻已經不再是兩年前的3月，如果你說在兩年前的3月，當確診個案數字是很低的時候，仍然呢在一個所謂可防可控的狀態，當然大家就是緊守自己的崗位，盡量不要外出來到去壓制那個疫情，這個我認為是合理的，但是來到這一刻都已經爆到七彩了嘛，更何況很多的西方文明國家他們有些已經是越爆得厲害的時候，反而那些防控措施就越放寬，甚至乎還趁機退場，選擇回就是與病毒共存，同時就是向國際來到去開放的邊境，使到經濟迅速地發展，整個社會回復正常生活。最新一個例子就是韓國了，韓國從4月1日開始就會重新接待來自國際的旅客，好事來啊，是不是啊？咁啊，人哋嗰經濟咪可以蓬勃咁樣發展咯。香港繼續都係一潭死水嘅，就係多得有一班嘅盲毛啊，唔單止咧係講緊嗰啲建制嘅政棍藍絲 KOL， 而係一班附和佢哋嗰班都係盲毛嚟嘅。嗱，我又勸嗰班人咧，如果認為香港市民趁住假期外出係自私嘅，嗱，我希望嗰啲人冇聽我節目，你轉台聽李子敬啦，佢大把呢啲料可以賣俾你，但我就唔講呢啲嘢嘅。根本上嚟到而家呢一刻。香港市民嗰個嘅精神緊張嘅程度已經係好崩緊嘅啦，啊市面上邊多咗好多人係黐線嘅，你仲要繼續限制佢呢樣限制佢嗰樣，啊喂假日老實講去西貢啊，去邊啲泳灘啊，嗰度遊下水啊，淺水灣啊，係咪啊？大浪灣啊，有乜問題啫？係咪啊？或者去行下山啊咁樣，根本上就係調劑身心噶嘛。兩年半嘅時間冇得外遊，日日都困住喺香港，你仲想點咧？仲要求佢話假日唔可以外出啊！即係我懷疑有啲人咧，佢自己咧就唔識游水，或者咧佢長年都唔去泳灘嘅。咁啊，於是乎咧就覺得人哋去泳灘咧就係、是、啊有問題，就係、是、自私啊！其實大陸嗰啲咁嘅網民都係咁諗噶，咁啊眼紅啫嘛，就係講緊黃子華嗰個魚蛋論。喂，我俾人封城喎，我周圍都冇得去喎，啊我要被逼留喺屋企喎。於是乎見到香港人可以周圍去嘅時候。哇！幾萬宗喎，每日都佢仲可以周圍供喎，咁啊眼紅咯，咪喺度嚟喺個網度亂吠咯，啊！即係等同於嗰啲性無能嘅，
見到你話係咁搏嘢，哎反對啊！你搏嘢自私嘅，即係咁解啫嘛。其實個道理係一樣。喂，你唔可以因為自己性無能而反對人哋做愛噶嘛？啱唔啱啊？即係當然啦，唔可以衰十一嚇。咁但係喂，你呢啲咁樣去泳灘游水有乜問題啫？點會話人哋係自私啫？尤其係喺個泳灘嗰度都已經係一個開放嘅空間嚇，即係染疫嗰個機會咧同埋風險咧係相對低嘅啦。你話喺泳池嘅啊，咁啊仲有得好講啦。泳灘你都唔得，係咪？如果泳灘你都話驚住染疫嘅，你唔好出街啦，係咪先啊？嚇，出街都有機會染疫噶，嚇食飯都有機會染疫噶。你唔好似深圳咁樣全面禁堂食，全部執曬佢啦，係咪？所有中小企業點做落去啊？仲嚇，即係呢啲係冇道理嘅，嚇我又唔會支持嘅。我啊反而贊成就係、是，喂市民趁住而家呢個時間克服咗個恐懼佢，因為好多人都中過招啦嘛，根本上就係不外如是。就不是好像當初、即是過去兩年多以來特區政府那些衛生官員和專家顧問所說的那麼恐怖，尤其是現在爆到七彩的時候，反而那些袁國勇教授又出來叫市民不用恐懼的，那你過去兩年半一直喊驚做什麼呢、我就一直都叫人不要恐懼的，是不需要恐懼嘛，事實上是那麼假期去游水就調劑一下身心咯、即是將會是不行了，那所以呢有得去就趁早，如果唔係咧，有排捱啊！因為都唔知佢搞呢科嘢搞到何年何月嘅，啊，仲話遲啲又要全民強檢嘅，啊，即係我又唔知覺得有咩咁自私，反而嚟到講你自己唔去，啊，有啲人啊自己唔去，唔准人去，嗰啲仲自私。好啊，呢一次講到呢度先，多謝大家收聽，拜拜。